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。这一期咱们来看一下妖狐瘴马的一些技能，还有必杀技。首先，咱们看一下普通瘴马的技能：玫瑰鼠射手。这个技能它是可以蓄力的，长按这个圈键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一个玫瑰荆棘鞭。这技能是华岩猎斩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普通的必杀技，风华元武阵。非常好看的这个风华元武阵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一击必杀。好的，现在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瘴马变身妖狐后的一些技能还有必杀技。看一下 L1 键，华丽的变身。妖狐啊，超帅的妖狐。看一下技能啊，应该是不一样的啊，还是一样的啊，必杀技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直接看必杀技。覚悟はできたか？貫け、呪霊妖斬拳。瘴马的这个必杀技一个比一个帅啊！树林腰斩拳啊！现在看最终的这个一击必杀，召唤那个魔界植物。そろそろ終わりにしてやろう。こいつらから逃れる術はない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悠悠白族 Forever 人物演示就到这边结束。下一期咱们演示的角色是普范幽助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